既然手边有树叶，我可以为你吹奏一曲。本周中开 YouTube。YouTube？ 开 YouTube。不是，要打五次。五次？要打五次的。啊？三次就够了，哎，四次就够了。第一遍。是啊，四次五次没有差。就是啦，你手还没有。哈哈哈！多一个四十体力哎。哎呀，那体力现在给我们来讲没有什么零用的，月亮亮多。那暴力，这里舒服多了 ，nice， 你舒服，我也舒服。不是河流坑的，不是河流坑，是什么？独木思故乡。你这个不叫河流坑了，你那个叫傻逼。是我与故乡唯一的联系了。把那个找神童的来找宝箱，你牛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找到了。我在想啊，如果真的我整个版本没有跟你讲，没有看的话我就是 scandal， 我就是按整个版本了。我还差二十一天，我按了半那个，我按了一个词了，可以这样子讲吗？朔风解印，克云影，天地万景是那个啊，这个版本讲。这个是找神童的，什么玩意？监狱下面有巴顿那个怎样弄？巴顿？监狱？监狱下面有个巴顿？对哦，讲到监狱，我还没有去拿那个饭盒嘞，饭盒在哪里？来饭盒。这个是4.0的。你很卡？还很卡？不会吧，已经4000多了咧。不过他们有讲说是建议是什么啦，那个用 720-30fps， 然后放2000-3000的话就比较适合给大众，因为大众比较舒服看。其他的那些人有没有觉得 OK 吗？这样子的画质更顺。哦，傻傻。我的傻傻马命归来，有没有？天天日落谷 ，OK 了。为什么我看不到番薯的？我看不到番薯的主角了。我在 YouTube 啊。我不是。哦，你在 YouTube 啊？那个 Twister 已经做完了啊，就做完了就回来 YouTube 了。有丢 DG 那些有 unlimited data 吗？可以随便看，是吧？任你看。吉米太美居然抽监狱长奇迹了。这吉米歪了是吧？又是看人家的屁股才抽的。老三，研究好了没有？这边的电梯旁边。看我看到他40多，44。哦。你是说那个scanner 是吗？因为他的氛围物可以加36%的暴力。有这个是吗？哎，那神兵那个是吗？哪里啊？什么地方？龙人龙样啊，水龙样啊，水龙。
跟水龙一样。水龙的就是可以加。什么伞？攻击伞还是神秘伞？攻击伞，攻击伞。新的 sticker， 哎呦，可爱哟、哦，这个猫。攻击力可以好。怎么有人讲话的？攻击力才1600罢了。可以的话，就是尽量给他神后，还有把你两个加。你是讲这个锤的这些？这个探索的这个。这个把你特还有香油啊。啊、是这个吗？可以。因为他暴力够高。天赋奖点呢？优先平 A。拳头的浪漫你们不懂了、啊。第二大招了。果然是舅舅粉啊。一的话一要点吗？那六不够了。要这个只是暗爽呗，我的。给他吃到死。方便有帮助，这个是有宝箱的。啊？有没？你已经拿去了这个宝箱。怎样启动那宝箱？你要点亮它，就是你看它上，你看它上面是蓝色的，看到吗？哦。变蓝色打。哦 ，OK OK。哦，你讲那个 scanner 是吗 ？scanner 这边。哦，对。这个 scanner 来，这个 scanner 是这样玩的，你要 scan， 你在那个白色的 scan 对面，等一下，不是这边，要换镜头先，你换了镜头，你 scan 这个，他会跟你讲了嘛，他会跟你讲，不是这个，没有，在对面，要 scan 回去，要 scan 回去。有一个在对面的，我那个哪了？他有一个宝箱的，不在这个地方哎，好像不是这个地方啊。有另外一个很像这样子的 logo 的，刚才这样子的 logo 在对面，你 scan 了之后是它在下面那边有一个宝箱的，它会亮一个点啊，它会亮一个点，好像那个之前那种炸石头的那一个，这个东西 scan 了之后它就会有。你放九九那一边，他就会换那个镜头，他好像 CCTV 这样子的。你的 CCTV 照了之后，他就会出来了。我觉得你挺好的，你先帮我拿到成就。哦，这里面好像有几个拳头，你要中才会有的。是呗。你要注意那个，它上面是红色灯的，你要去点亮它才会变青色灯、蓝色灯。哦没有，我觉得全部蓝色了，我真的。原来是我爸爸说的声音，然后最大。都跟你讲的啦，我的声音是最好听的。妈的，就是因为太欠打，我晚上要睡着了，然后看你的声音大声一点，他妈可以忍不住控制我自己。不是好咯，你早上醒来你就不会赖床了，你就直接一醒就直接醒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精力充沛。所以我才没有导致到我死单就 KO 满命。不然跟法师讲的话肯定歪耶。你都没有歪啊？有歪，但是十单内满了。十单里面可以敢全部抽完，然后加武器。武器也是满命啊。武器精益啊。没有啊。武器一把没有歪。OK， 哪个 APC？ 什么 APC？ OK 嘞，听你声音跟笑无比。真牛吗？早上去打着凉风，你有啥了？没有打中我家火。明天去看一下那个什么问题。没有打中你了，打中你。今天早上。OK， 我要看一下。OK 啊，我刚才就不跟你聊，你叫我就去了。不可以太辛苦了，做不到。在。哦，就跟海啸，你辛苦就去了。嗯。直播有 Discord 啊？懂了，我可以跟他讲。有啊。嗯。十一个 ，Are you ready？ 我没听到。哦，番薯，不是番薯，不是。大山。姐。大山。我今天有两个很厉害的故事。爆料。啊，有两个爆料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我跟你讲。打拳器前面那个 NPC 有宝箱哦，是。没去看到。可是你拉屎，你拉屎了，然后你妈
用 T 恤。几呗？不是、啊，不是我的事情。你觉得他会降大降降豪气跟他讲他的丑事吗？不会的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在讲活动。我就是在讲活动。两件事吗？一就是他尿尿没有洗手，二就是他上厕所大号的时候没有洗手。然后全部那个手都是你的手是吗？嗯。滚啊你！要剪剪。老鼠屎！我们在吃皮蛋呢，你不要弄我哎。臭臭。没有，有一个人。西瓜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是吧？要不就录 Benny 的先啦。Benny 的应该是可以好的。Benny。你讲一下，你是讲的。我想讲的。Benny OK 是大概 Benny。那接我打谁啊？看一下。你看，你可以讲啊，我不插嘴。SY OK 啊，今天快点讲，今天睡得足真是一件好事，幸福的事。哦，你开这吧，我的哦，机密的。So Benny Benny 的哦是什么？找宝箱，用那个东西不是找宝箱。有那个恐怕啥那个是罗盘，他啊罗盘啊，他找了一个礼拜，他讲他按不到，找不到那个宝箱，他讲他的里面还差二十多粒，他按了整个礼拜，讲找不到一粒宝箱。他打机密的先。我讲你有找这样干净没？结果我看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按拿什么东西来按吗？他拿那个找什么啊？找半天的，我讲你跟他讲，我跟他讲你找个整个版本啊，你都找不到的啊。我跟他讲，你这个你按到 4.2 可能你才会找得到，我跟他讲。而且你找到你一定还会讲，怎么我的罗盘不进去。我还要跑去一个还没有开的宝箱那边哦，在他面前按是不是，然后还讲这个罗盘坏了重磅。因为那因为今天已经带小一次了嘛，用那看那个橘子，有一个橘子在树上嘛，然后按哪了那橘子有宝箱嘛，然后在那之前那个林安讲说，哎，你去按那个罗盘看他有没有 scan 到。林安也是打你啦，他没有看到。然后我按了是不是？他们讲，哎，真的没有嘞，他们那时候没有发觉到，你知道吗？到那时候。整个旁边会这样子发光的，然后我就看他旁边右下角那些东西，我讲，你呗，他说，滚吧谁？我讲那个是找神通啊，他还要给我变，没有啦，就是这个啦，你会的吗？按一手，哦，对哦，错了。哎，看那个 back 的时候，笑死了这个。然后第二个嘞，第二个是有人跟我们讲。哎呀妈的，你的机型那个都没有，哎，那个机型打三次 boss 又没有 clean 了，走了跟我去打魔魔龙，坏了一下子罢了。哇，那个活该没有听。哦，拉上面。哎，可以联机的，我的。哎，我要看一下这个监狱长怎样先。哎，可以哦，这个监狱。69200。哇，这个监狱长，我操，这样快呀、啊！哇，老美果然是拳头的浪漫啊 ！OK， 看你这么有心。几米哟！我操！看一下可以打这边没有？对，我没有实哦，我觉得他另外两个不需要实。另外两个不是有需要的。哎，可以用哎。江先生，如果实要给他打走还是？怎么打比较好哎？平安平安，我刚不是有讲了？大招不用啊，大招你九可以有了，我觉得。嗯，199跟龙王一样哦。啊，对呀，我也是这样。要给他死妹。死啦，皇冠降多，你来过年妹，干你妈！我龙王没有结束哦。我的皇冠都不够用好吗？你吗？抢班尼特，因为我没有一个是，我没有一个是抢班尼特怎么办？全部都一个了，哦，皇冠很多，嗯，我要看我的工资，我的工资，我的皇冠都是，
三个都是皇冠，海哥也是。哎、欸，我的皇冠还有23个。那我可以试一下，不可以哦，这个是冰哦，冰打起来会好啊。这样好像没有打龙化，它伤害不高哦。你呀、啊，对吧？来哦，不知道。做私下咯，私下换做马盖呀、啊！我爱的角色，你们他妈的真的是一个两个脑，真的是没办法，遇到你啊就是歪掉了。这个没有，那个我要怎样打了？那时候，你这个全身黑黑。要给你什么羽毛哦？给你最原始的羽毛啊，黑色的、啊。我就是给他最原始的。妈的，我都。亲密上一期我带什么啦、啊？我就给他最原始的。没有理由神理吧？是神理咩、啊？我以为你过来，等一下啊，我上一下去先。神理吗？有没有？太水了，还是冬节流啊？那就好吧，试试看冬节流。不要，我今天我不要冬节流。你今天你要我还留？哎，反正你知道我今天开有一个人的号，哇，吓死我那个人的号，我阿爸的号。阿爸的，我叫阿爸，因为他是我的爸爸了嘛，然后就习惯叫阿爸。然后阿爸。然后你懂哇，圣女物吓到我他妈的疯掉，然后你懂我上半场带我带八重十二层呢，十二上半，然后上半带八重逃生，然后妹妹跟谁啊？跟星海来打。妈的，还真的给我打过，上半场用40多秒就过了，好像不错一下哦。这就是讲说你的那个神理是，等一下，有130多的充能，你一定要130多，它原本是122，不够，来不及充能。它的那个12盖亿的上半场那个鸟啊，那个鸟对。你是用那个，你是用灵魂来破盾吗？对吗？啊，对，然后他没有破，他还没有上去，然后还没有做到第二个那个叫什么？第二个盾。啊。就死了，40秒。所以神你只是破盾呗啊。八重哦，八重你一定要带四草套，因为我刀剑爆叶。八重。四草套吗？不是，是八重带着四草套的隔壁那一套 ，OK。四草套，四草套隔壁那一套。四草套，隔壁四草的隔壁那套。今天的人到底搞什么名堂？四草的隔壁五花。没有我、啊，没有我，他没有这个。可以、啊、可以 try 一下嘞，加星海呀、啊。啊，星海没有星海怎么办？啊？没有星海怎么办？没有星海怎么办？你我早早起初的时候是带着那个谁的，带着那个蛇精男。蛇精男。哎呀，想这样多，我撸撸啦。但是，没有星海，去玩星辰了。然后下半场是带谁？雷神班尼特。雷神、班尼特、万叶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安息。此击，智慧。七。风度离行。来。等下有点痛。有直播呀、啊！妈的几场都能笑场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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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跳哦。那死鳄鱼啊，好不好跳？鳄鱼，你看你这还没有，神你还没有拿的时候，水用吧。真是给你飞！嗨，呵，可叹落尽解厄。就这么了，蔓延吧。然后我再来个，来个。云影，夜明。好好站稳了，给我。安分点。剑影。哦啊，还有夜蓝。好像有点痛啊，来我家做客吧。该出发了。蔓延吧。他们家面粉真实。明草结婚。秋水三尺，残留水影。哎呀，好上去了。这个 scan 不到了是？我刚刚才吃完一个一碗粥，现在我又拿刀疤来吃。干嘛？你要？就这么？我都直接喝到了。可叹，路径。解厄。不明白。真是给你飞！别来碍事，明草结环。感觉有点痛啊！跟我一样。听说这个麒麟肉下你比较快，是吗？确实啊，只是香菱没有点赞歌的话，他冲的比较慢，不是？哎，多三力是已经 over 了。对，因为我不想去帮他打。你是无情，才与刘红之间走过界了。我想打两场，我兄弟打两场给他们看，然后结果你阿妈他突然间来了一个塔。注意防塔。有的那个气候，好冷。因为我跑的两个人啊，我跑出多数啊，真的。断！古华是命，收起来吧。我来保护大家。抓的好，人家有健身的，他妈的，你也变变好啊！他的健身的对象是囚，什么监狱监狱里的人。他在后面跟他做了那个地方给我的。哦，哈哈哈，那个克罗琳的。收，不能飞了，才与刘红。有。完了，我们被这小玩。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痛。他雷又不能搬到什么？只是成景才，说啦啦队，不必心急，非常收工，因为中中流血，别跑啊！怎么打啊这个？我没有给他带子的琴，那个什么。这个操作怎么操啊？你有拿到？你有拿到？你操作怎么操？好吧，用那个星球跳。可以要说五下，四风，四风可以。四风暴力。安息吧，残留水影。风共鱼行。慢点吧，结论。全都看见了。自己智慧。就这里了。对对对，我刚才也没发现。好好站稳了。地雷。自然。可叹，落尽秋水三尺。来我家做客吧。剑影。哦。一样的事情。对对对。
刚刚好到60%，就是用60%或者是。对对对。给他打那个。没有无形法器啊，侠礼是吗？是叫侠礼吗？畸形武器？侠礼日夜。没有无形侠礼，什么？没有无形武器？是。从两班下去，你就有了。有大家在身边。哎，妈的，夜来死掉。过来，过来。四星的大圆卡武器，耶，贝贝。不是侠礼啊，那个是侠礼没？哦，是哦，那个侠礼。神力流，水淌，风共鱼形。结论。全都看见了，用眼吧，子集智慧剑影。好，你这么玩谁呀？你要干嘛？嘿，你的客官。好好站稳了。剑剑是吧？手牵手。你自己没有看清楚，我老。找谁的小号没有做啊？在 Deslo 嘞。羽毛球。哇，这个版本的男人凭什么？凭配武器都越卡。他的大招很帅耶。呀。他大招那种连，他是伤害是持续伤害那种，不是不是，哎，撞伤害了。还有流行，我知道，中枪了吧？不在这种失误。这样子都会补不到血。万嘛，现在你应该会打到万哎。我怎样不可能打到万呢？秋水三尺。我最多到几千多不了。云影，夜来结论。你要打一万呢、啊，可以的，下两单就好了。知识与你分享，手牵手。残留水印。小兄弟，海螺按一个东西可以过去。多此两地。妈的，好多品种，你玩到哪？你在你还是会点下去。鱼雷，不用了，好像没了。老板，你说不管成不管成，他妈的，我都不用游过去啊！他妈，我才痛点啊！夜明，记住你了，九二。啊，中正过海。嗯，我让我的大招了，我老不打架。古华是秘段，底线难下。抓到。姿势，将。好像没有看错吧？财与流火，财断。我好像发现到巴尼克好像没跟来。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痛。忠诚，收工。古华是秘。抓到收，有大家在身边，再行动。哇，他妈帅！最少你讲最少暴力要多少啊？44。没有，没有这个雷神充能的话，
这个队伍有一点比较，不庆之有点特别，神女流长法，因为刚好遇到是这个充人比较少的那个。蔓延吧，子集，智慧之地。风共鱼行，明草结环给我，安分点。剑影，退散。我难道看见了？被打晕了。好好站稳了。你还没交管。朔风解印，撤。可叹落叶秋水三尺。记住你，真是比你飞。我来替你假笑。明草结环，御风而行。小雨，等下有点痛啊。风共鱼行。真是。哦，饼干里面还会有什么？不会呀。记住你啊。来我家做客吧，好好站稳了。可叹落叶苍流水影。哦，饼不会的呀。哦，你拿掉你的饼。哦，结冰的情况下，这我看见了。你很疼。忠诚是古华生命，羽线难化。哪会呀？不是，你是结冰的情况下还是什么？冻结的情况下，是解冻结的情况下，可是我是断下来的，一个冰都直接一路顺风。然后你再打回上去，烧起来吧！没有可能断，羽线难化，请从绝处夺我侠义。该总攻击了，收，抓到，眼神无痕。我命满满，我一直没有。改成第二方七秒，应该是刚才出来的。哇，两万！哇，你看我命满满的，这个速度。哎，我身上还有多少？收！财，财与流红，羽线难化。呼呼，吸掉。我是知道的。练成。你是行，无需畏惧。你的武器，你的武器攻击力比较重。我没有加，我是拿四星的，也是两千，都有两千，2700。你好意思吗？拿动力的嘞。那操作是怎么打的？我想想一下。没有，主要是。主要是什么？生命低于的时候，普通攻击变成什么？主要是我的那个，我有两个头，我的头里面有15%的那个，哦，还有我的沙，所以我不用自己重击的，完全不没，它自动会活流血。我的头连爆伤都没有，连爆率都没有，你跟我讲没？他自己会 hold 六 k， 如果他低过60% 的时候，所以我就是一直平野就对了。一直拼也就对了，这个莱欧斯六，他本来不就他不是一直拼哎，难道他是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效果是他少过60的时候，普通攻击变重击嘛，然后不消耗体力嘛，他就一个后六天了。我这以为是他少过60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重击他才会不消耗体力。所以他这个是讲说下一次的普通攻击他会直接转化为强化，就是重击的那个消耗的话，就 hold 六 can 的时候呢就更痛这样子了。这样子他为什么要配班尼特？就是这样，因为班尼特他不会奶满血，他只是奶70罢了，所以哦，他会一直跌，然后他会。现在就是我最懊恼的时候了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觉得他配着夜兰，5秒获得一次，嗯。他配着夜兰就舒服哦。
可是他又不可以没有小姨哦。那你不是他的队伍不就是莱欧斯利、小姨、叶兰跟巴尼特？那不是很奇怪？有什么不奇？有什么奇怪？我觉得可以啊。嗯，我觉得他打那个响铃比较舒服哎，比较快。但是他的伤害，如果你要大的话，就是加巴尼特，拿叶兰不要。圣遗物 OK 吗？响铃。这个是我讲重击的。打不到伤害哟。你这个重击，你只有在一直玩重击的时候才启动到，所以哦，它启动的那个效果只有在它少过 60% 那一锤罢了，它才会很痛，或者是你要一直重击咯，除非假如说你可以就是，因为它平也没有消耗体力嘛，所以哦，这个很靠重击，它不像那个水龙这样子哦，你重击它没有消耗体力，它可以一直射，所以不同。这个角色还是用新的圣物会比较好，因为他又可以扣血的时候，他扣血期间他又可以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加爆率的那效果。这个猎人，猎人他有加爆率的话会比较舒服啦，所以你又可以堆爆伤。变成了你的莱欧斯利可能就是在玩一个40到50爆率这样子吧，就可以稳稳爆了。44 45，我不要44，我要45。44顺利吗他妈的？哦，珊珊来迟了。哦，人家44顺利他妈。哎，你都有了嘞，好像你好像都有一套了耶，不是都有了啊，你要试试看嘛。你用攻击头哦，这期的深渊他在下半是不错的，因为他可以跳打，就唯有的那个不好是他后面，他前面那一边他是单体嘛，所以哦，在打这些主宰的时候他比较吃时间，加上上半的地方是应该换这个会比较好啦，如果我换这个的话会比较容易拿满星，刚好我要去 dash 一下嘛，那个还是要有一个兵啊，破盾会比较好，有冰魄盾在12盖一上半会比较舒服一点啊。他在上半场不想吗？不可以还是什么上半场想，我都还没有打，晚点再打，晚点我的心中还没有打。嗯，管他，就这样先。我生命没有超过20000呢，19000了。少一个风啊！生命有关系了没？没有。点呢 ？E skill 那边不了，那边比较多，那边那扣啊。攻击力啊，天气啊，奇怪。2000气啦，2000气，2000气伤害要打我了，装武都没有到2000气啊。嗯，好像不错，好像。师傅有点拿去金掉哎，不然我就可以。No pull weapon， 下面我看别人用霸虫草神，霸虫草神。嗯 ，OK， 可以啊。霸虫草神，然后谁用什么来破火盾哦？火盾用草来破咩？不可能吧？火盾烤火秋子树。霸虫草神可能再来一个星海吧，应该。上半场。下半。嗯？哦，我上半场是用这个。霸虫草神是可以的，只是水那边没有。水果很多新角色还没出，
哦，很多哦，还有一个我要抽的延续的在到期的，哇，那个服装真的是美啊，看到都想掉啊。延续在到期？嗯，延续到期少女，你去看的那个 WeChat 那边有。爆料也是有好像。叫迷路吗？不知道，我懂，我赫梅洛了以前。迷路，迷路，迷路马德布。水果，哎，我读了。哎呀呀，还有个水要怎样放哪个好呢？不想再多了，这个可以直接降就好了。简单粗暴。云影，夜明，天命既定，水中混，入吧，拿下，可叹。落叶飘零，看到服装就知道了。有可能是李国的一个什么了？哎呦，要走了。后面还有一只。要走了。再次显现命运，起舞吧，拿下！嗨，汪兄！嘿，奥运看板，收！工程师直视成景，开始攻击了，收起来吧！道光，意识永恒。微光无色。你很疼，抓吧！眼神如何？财与刘红，财！我来保护大家。还有名字吗？毁灭！断绝！收起来两个在里。两个挑战呢？你很疼。挑战呢？姿势，交织。还是你其他？直视成景，断！抓的，你很疼。忠诚，师哥，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痛。无处遁逃，道光，意识永恒。我的护魔。两本万事什么？万事流通大典不好咩？人家腰都没有啊！是啊，我也是通不了啊！人家腰都没有啊！腰都没有啊，大哥！那时候确实怀疑你都已经两本了，为什么你不考虑加一个299这样？哎，不是。来我这边来一个379，这样直接就出了嘛，对不对？不用等了，再等下去没有希望的。陆查家，你这么爱胡桃，不给他咩？哦？哎呦，得倒去他嘛。你那个三叔，那个水晶要用，要用生命沙。啊？真的吗？水神，水神啊，水神，水神用这个水上沙。水神用沙沙。前面是，以后再来探索吧。强哎，好像中。它可以基本上是可以游很远呐、啊，而且是稳稳走啦、啊，
就是你就是按一个 macro 这样子一直吹吹吹，还可以从到期吹到去里约都没有问题的。吹到去那个什么？是啊，你就是这样子吹吹着上到去上面都没有问题的 ，OK 的。就是手嗨呗，拿那个时间，拿那个时间来打 CS:GO 不 ？CS2 不好吗？不记完了 ，I need help， 哈？这期打不到？不可能吧？你不是上一期过了没？一样啊。一样啊。别急，不要来打我。但我爱的是小哥，你他喵！嘴巴说爱的是小公老婆，结果想买个护摸包包给你的小三呵，你的渣男！小公讲，如果你不渣，他不爱你。你看他明知道男主角很渣。我累了，还是你打吧，可以没问题。OK， 精密的 set 了，我去打贝尼了先。十一个还没有好呢。啊，洗一个有没有好？哦，我朋友用莱欧斯利没有上半场啊，走二层啊。他没有 reply 我，他只是讲说金一掌可以有什么武器。用嘴一套。我都好了 ，OK。上半场。哦，这个 Holy Weekend 勾不到这个盾的。没有开一是他那个触发到的不是二十多两百多，没有他追你妈，没有开一，我上半场哎才过了他的充能才一百而已，一百一万哦，追一好像可以哦，可以追一是攻击吗？然后他存了大招就可以直接丢刀。可以哦，追可以，追可以，可以哦。那个伏击不了，吉米，其实你有一 set 了，为什么你不用哎？那个猎人你可以用哎，有一 set 了。如果没有打算用猎人的话，追一哦，追一也是 OK 啊，开一然后直接打吧。啊，带个火山杯给他。那你都有兵，爆率 7.4 你就不加20给他干你呢？我朋友就讲我的应该更可以，头不美，因为我的是新的圣女物，因为你没有给他戴帽。最炫最，不要，你什么分贝的了？一个攻击力，一个生命、啊、我下半场还是要带公子，我死都要带公子。你们玩水龙，我玩公子。来打你！哦，六 K， 夹波六 K， 哎妈的走掉，基金了！哎，看谁切？哎呦，勾拳可以打到他的呗？喂、哎，他的冰盾可以用勾拳来破盾的、啊。这么奇怪的，这机密的，机密面板是很美，只是，我玩终极的，玩 Holy Weekend 的，哦六，哎没有体力啊，那，什么套装？哦六给，啊？流浪，玩终极的，玩 Holy Weekend。十连双金水龙王就很 nice， 哇！双金水龙王的话，他就可以什么了？要的话还是玩玩那个什么会更好。终极不会抗打断你，看到多羡慕，无所谓的嘛那些。
你前面你好过他的时候，他也是羡慕你的嘛。OK， 打十一个了，然后再打贝尼的，然后再打。啊？啊？啊？我你们，谁来了？没有，这个蛤哦，只有马来西亚有吧？如果你去其他国家，没有这个蛤。有啊，广州啊。哦，对，广州也是有，广州也是有。啊，你广东也是有啊，好像也是有啊，哈，你爱谁哈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叫开心。这个也只有马来西亚有吧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只有西部有吧？哦，只有西部有吧？对对对。那种青西部的青山院可能也是比较多耶。我约满了，他真的来找我了，米西亚。哦。哎呀，他真的来找我了。那你的角色满了啊，果真。可以，哎呀，你到那个镇应该讲的。哇，终于满了。没事，他下一个就没有满了。哦，你真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就算你来天武林已经中了一轮两轮了。武林其实一定是歪了的，看了的。那武林到处讲的讲歪，是吗？你想也是，一定很不歪了的，不干的。纳维亚也是野心啊，对。但是我看了那个什么名啊，麋鹿是吗？我看了麋鹿之后，我觉得纳维亚是谁？风共鱼行。我看到那个当时的那个。此乃天下。这个洗过的水神可以用吗？抓到，点数如何？来这样。哎呀，看不到了。这我无不蔑视。海龙王，海国已经玩腻了。我说话。御风而行。他就是那种日本的歌姬的那种设计嘛。对呀、啊，就是那种什么元素、啊？盐。盐啊！Garam。古法师秘。哦，也有可能哦，有还有。我随便抽一个。顺眼吧。哎，我讲我随便。有这些关系的都会的，好像那是那个什么星燕跟那些其他的玩音乐的都会有出来啊。你看那个是可丽的保姆哎。那个什么太阳出来我晒太阳，那个他不是也站在舞台上吗？云影，夜明，天动万象，固若金。我的几次安排片我可以。肯定不是今天。这首歌后面一定是国灯飘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看，落叶飘零，踏风，安如磐石。我死无憾了，我这是我最后一个满粮，我满粮了。脸上无痕。啊，听着先啊，你们听着先啊。得瑟，三十出去来了。一个开口三三保佑我，还有什么三三保佑他妈？我在睡觉，你他妈先替我睡觉的时候他妈。智慧只是成景。啊，那个是。雨线难画。哈哈哈！起来。没有早上我家还自己抽，然后我就放些什么歌啊？我放些什么歌？我不知道自己抽。你的什么？你的水龙。一个哥的名字，一个哥的歌。记住你啊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古华生命。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夫妻玩的是下个，不是下个，下个直播的意思，星期四吧，礼拜二的。我的监狱长出入什么都没有，我知道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没有用，就是这样。
哈哈哈！哎，你吃你的迪西亚都够饱了啦！天道，汉多好，汉多角色要来。对，我吃迪西亚了，我的铁骑长。收，工程收工。朔风起意，可他落叶飘零，往返自然，速去。来个屁啊！好水啊！我一挥，哪里来的天赋是吗？天动万象，是老范的，拒收必去。跟面粉跟一个米粉有什么差别？咖喱饭。咖喱饭，打天啥？只是成景，灵巧前咖喱饭跟咖喱点面包是不一样。嘿，面包比较快饱，咖喱也吃不饱了。你看，看我刚才吃了一碗粥，然后就口吃一个炒饭。你可以过来嘛，这个水，我操！真是，给你我不是美女，我过来我也没有输。行了，没人爱上你过来。哇老欸，一直不过来那边肥我臭水龙。我看了那个对话，那个卡夫卡跟那个新的那个角色啊的对话，我刚想打那个新的角色，妈的他真的很像，不是哎，等过后了。哎，要不要踹水龙啊？你水龙好了没有？可以踹水龙。灵感不懂，灵感不懂。可是我水龙有的话，我下面放火。就是有一个，我不是有跟你讲过，有一个岩系。57，201。好的。流浪。那个虚数的，虚数戴眼镜的那个，戴帽子的那个男的。他不是跟卡夫卡对话的时候，我刚想打他。妈，他是第二个来欧斯利。OK， 我的 DC 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不是看他的剧情，是看他讲话的时候，就是他的讲话，他们在配音的时候，配音，然后他用了那种怪里怪气。OK， 不用看了。剧情来的，不是剧情来的。啊，他们在配音，他们在配音，没有讲到剧情。866，哇你妈的，我真的想打他，但是我不懂是谁啊，听不出那个声音。太他妈搞笑了，我甚至以为他是三国。咯。你是讲那一个剧情里面那个电话里面那个男的是吧？哪一个电话里面那个男的？看来你要是我是讲那个。自己的那个智慧，明朝天皇会演戏，你要骂的。安如画星光。他眼睛那个跟卡夫卡电话的。反正是跟卡夫卡是同一针，同一针。拒收并去，此乃天道。慢言吧。有这样的一个剧情。没有，还没有到那个剧情。卡夫卡嘴巴有讲过好的，卡夫卡有提过偶年也。小天使，行。安如。没有，我没有讲到整个故事的内容，然后那个轮子已经有出现过了。他会帮助人，会帮助卡夫卡有讲过了。只可能那时候什么都不懂。敲正门了。理论不推。因为他的名字也是助理。住这里，来我家做客吧。记好了。我的脸不能让人家相信吗？你就是一脸鸡婆样。捉的，别墅无痕，没一点古华生命。这种叫耐看，你懂什么？好吧。我在那个，我不是，原来我去
铁耳和遇到你我就比较困难，遇见难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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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我看我要整副武装那个骑摩托的那种，戴好呗。然后我要，然后要戴那个叫什么护牙套。你后六根没有将冲。他刚才如果是两个一起来的话就敢了，智慧固若金汤，天理长驱，我没有归同，我看你说换了，我发作也没有对吧，手嗨！哎，脚短。我连什么零都没有讲，就给。然后这个有那个重击哦，如果不是有伤害的，它是启动不到的。启动不到那个那个效果。对，收兵去。哎哎哎！海哥的终极不是可以上草的吗？如果那个怪那个不是怪的话，他是上不得的，还要制造伤害。海哥还是很强，这就你。海哥没有。哎、欸，你差一点点坐不下来。哎、欸，你有看我们单筒嘛？赶紧过上他就超帅。安如磐石。蔓延吧。真是比你飞哦，好了，没问题了。那赶紧上上来打，还有一个雨，你飞上去，你将飞上去都没用，你都容易被打掉。灯光。哎呀，那个火跑掉。等下有点。固若金汤，天动万象。哎妈！进山。那是海马还是什么？我看到堵来了。走来走去，飞来飞去。说给我不站好。安娜，招式万事都要死，你就直接好好站在那边给我们打不香吗？这个流血狗也是，哎，看到都血了。他会跟你，他会跟你来个U灯，然后跑去你后面的。追行动，追小字，追大字，财与流云，雨线难画。抓到！我到过地有大家在身边，上路就不会。无灭，断绝。哎呀，没有死到。
点问题。行了，我又不可以算 BG 了，这卡的是，我就算那个血就流出来了。挺挺的，真的。不可以，我这几点不可以。好的。我发现我身体，我身体现在 OK 了。我就赢了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好好叫人了，皮雷。证明你的，证明你的盾哦，像猫娘的盾一样的比起北伯，哎，不是白族，然后你又好像白族这样咳嗽咳嗽这样子。我操！我操！还在转圈圈。小鸡雷雷。我就连给蚊子咬，我就会 OK。这个不就是我们讲的那种抵抗力、抗打能力降低了？抗打能力那个是你，你需要这种东西，你懂吗？我都跟你讲，我是耐看的了。古华生命，总攻击了，收起来吧。真的，我早一点觉得那个那自己不会去打。看我要带上几波了。在老婆上厕所，我讲我跟你去。我听到好像有点困，明彩结环。安如海。玻璃纸。黑色。给我。自己智慧。千里长驱，呀，就来。进山。无知有粗鲁。全都看见了。快点啊，变！好好站稳了。拒收并蓄。吓到你了吗？来场没？还是不来？你不来，我就过去。你就知道了，打不来我就过去就是了。哎、欸，东尼，不要站在那边喝茶嘞。有趣吗？来我家做客吧。还可以啊。你不行啦，你像果冻这样的啦你。天动万象。三射。会有三万。我还可以。不，你不行。个头。眼神无痕，古华生命。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。我爸有一个懂。接下来就不再是点到为止了。断。大意。哎。说嗨。暴雨看破。此刻。搞到我乱了脚步。雨流红，中场收工收。该走攻击了，妈的！人家在玩你自咬的东西在喊叫，现在人家一过来，无处遁逃。人家在喊叫，这什么意思？所以 DC 啊，那一个时代的时候，你是在喊，帮人家喊是吧？然后人家的家现在已经过来了，古华生命，我大家在身边咬咬咬，不会走。好运气吧，我走了。你不然呢？有些人丢生命卡，有些你放绝缘肯定是充能卡。OK。
不是用绝缘不？叫你用。是一个的 shop。哎，那个生命呢？生命的话，叫你也是充能杀。啊，我换充能杀的啊。嗯，不然你的充能不够，还要开大招才有用。如果用四猎人套的话，就拿着那个大箱的。是猎人套的话，可以不需要暴率那么高了，反正他后面还加三十加三十六是吗？三十六，所以这个纳维雷特就这样子先吧。然后武器我会推荐你拿这个，四座金武啊，四座金武，它可以加那个生命值，我是带小辣金武跟金武来带上。生命的四座有好的四件套的话是伤害高一千，每一 hit 差不多一千多这样子，而且它可以帮忙你充能，然后它的这个还可以帮忙奶一点点的微奶，流浪爆三分一咯，流浪的话就是爆全元素伤害罢了咯，这两个攻击力跟元素都不大怎么吃。小林那个冲人那边那个注意一下，这样流浪乐章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给这个监狱长，他如果有吃到精通的话也可以打很不错的融化伤害，条件是上火啦，攻击力可以吃，就他精通那一边就吃到没有这样好，因为他是要用那个火或者是火或者是只有火罢了，只有火可以启动到元素精通。啊，确实都可以了，三元素啊，水火冰也可以。都可以。这个配班，这个应该是锁班尼特了，班尼特比较有势，他补血补不多，然后他又可以启动那个68%，可以帮忙打。没有什么？没有小姨，小姨就看吧，有些平民玩家就，你可以带一个水，然后两个火。不过到现在啦，无可否认啦，班尼特、祥林这两个或者是星球这三个国家队是还是到现在还是强，还是想还是很多人抢。是哪里来的？如果真的可以选择的话，策划组可以把火的国家那一边多出一只班尼特，类似啊，类似班尼特的那种，应该会没有那么，不是应该，应该是有80% 有几率是不太会出的，不太会发生。首先是，如果是火神的话，应该也是个C来的，他会战场，
或者是他会可以讲说能战能辅的那种，好像这个水龙哦，他要做辅助就比较难了，因为他是战场重级的嘛，所以这个火神他是可能在命座有点像水神这样的，就可以辅可以吸可以奶，不过火神我不懂能不能奶，我觉得应该不可能会奶吧，可能就打得特别水神吸不到，水神灵兵只可以做辅吧。那不就迪西亚？迪西亚？迪西亚算能辅能吸吗？那个是开大吸气秒那种嘛，好像雷神这样，是吗？六秒呗，好过果断那三秒吧。一脱裤就露了，目前全部神都是护膝和辅助啊，也对的，没有啊，我雷神灵兵加一个专武的话可以吸的嘞，草神也可以吸耶，草神是 sniper 哎，可以 scan 了哦，那种站在那种站台上的那些球球人啊 ，scan 一下，然后他就死了。雷神是乡里的副席，也可以这样讲啦，也可以这样讲啦，不过看你怎样玩的嘞，你会玩的话，其实夜兰也可以做席的。好像如果你双水加一个万叶，再加一个点赞哥这样哦，做一个奶，或者是加一个九级人这样哦，做个奶这样，然后夜兰就在那边战场，就那边远程哦射箭，啾啾啾啾啾，只要有爱，谁都能行。哎，来，贝尼的。像你的凯亚做小姨啊，好像没有一个单手剑是辅助的是吗？有哪一个单手剑辅助好像只有冲人没有，没有加伤咯，好像也没有。哦，有那个万叶的专武，万叶专武是加伤的。买那杯你啊，哦，看到了，哪一个？青色那把四星，那个生命弩，绿箭啊？哦，你讲四星的，绿色有四星的吗？我只记得三星有一把绿色的，加充能的。猎人圣遗物刷那么久都不出来双爆攻击头，啊！呀，就嘞，你这个每次拿六体力来刷的，不用讲了。OK， 这个怎么打？上面肯定要万叶，再加一个水就好了。
那就要破一个，要破那个什么盾，有没？是我没有看过贝尼的，很久没有看他的那个体耐力了。哇，你体耐力玻璃足够了。这个夜兰是多150是180呢。延长枪。小鱼我最欣赏的就是他的腰。小姨，好运带，祝你好运带。我的猎人圣遗物是可以算是告一段落的了，用暂时先算了。一来是没有抽监狱长，二来是再刷下去是真的很要很火，水神是那个拿那个一技能的那个。你没像公子呗，三套了啊，没有没真是哦，对啊，好像是这两套吧。固若金汤，这边这个现在的有哪一些是专属两套的呢？咒气令令，手下有点痛啊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哦，我知道那个不是啊，鸣人也算，那个谁也是，三兵也是有。哦，萧也是，哇，全部都是风的，他没有。秋水三尺，风不离行。你的万叶还是懂得强一个。有大家在身边，眼神如何？给人，我适合你满命的话。御风而行，可叹落叶飘零。好的。你很疼。所以公子蛮可怜，一下才两套呀。你够你刷的哟，你喵的，你第一套都刷了整年了没有出来。安如磐，你也照目。哎，那还好讲。万影珠帘，赵姬，是令令，手下有点痛啊，子姬。钓鱼武器。哦，你是讲那个水管哈？那个水管是加充能的，
给自己是吗？加充能给自己跟加他的暴率而已哦。目前有辅助效果的只有那个，我想到的是只有那个万叶的那个系列，中末啊那些全部有加的。私刑的话，目前来讲好像没有。忠诚，收获。往返自然，我来保护大家，收起来吧。剑影。叹息吧，云野，夜明。该等攻击了。请。嗯，去吧。安如磐石。小天傻。去，绿茵。去。看不清了吧？斩草除根。跟紧了。梦圆吧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又是这样子的呢。赵静，去。固若金汤。如果是你来啊。那是天呐，还真的不来哦。哎。赵静，丽丽。一叶障目。幻影珠帘。有这样的刀，几十的武器。记住你啊，子集智慧，赵静去。斩草除根。是呗。天动万象。啊，还有一个，那个鬼闪，鬼闪也是。赵天法，梦魇吧，去，绿令，雷霆煞气，赵静，绿令，拒收兵，声音，我听见了。记住你了，真是与你飞。固若金。Sedap 啊！这个体能的 Sedap 啊！收，点数如虹，只是成景。我来保护大家。哦，此刻，寂灭之时。微光无色，该怎么裁断？丝线，该走攻击了。裁与流红，道光，意识永恒，无处遁逃。他有 YTIA 给你们，跟紧了。赵静。哦，我老哎，拒收兵器，看不清了吧？幻影珠帘，直接白白吃两粒。等下有点痛，去，赵静，去。障眼法。做客吧，赵静，去。此乃天道，安如一叶障目，声音，我听见了。
跟紧了，记住你了。这个体能力真的是痛，真的是舒服。抓到了，古华生命该走攻击了。哦，死了！呀，妹啊，开个大招就死了。等下有点痛啊，丽丽，照镜，丽丽。拒收兵器。斩草除根。你奶力是打起来又舒服，然后又是可以做 C， 又可以做。看见了，真是与你分享。千里长驱，固若金。照镜，丽丽。哈，简化。嘿。幻影珠帘。赵静，丽丽，蔓延吧。障眼法。哎，我他妈地干了。微光无声，别暗藏。我来保护大家，收起来吧。只是成景断。哦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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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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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无处遁逃，道光亦是永恒。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收。古华生命，哎，忠诚收，微光无胜。此刻纪念之时。羽线难化，断！抓到！哦，按错人，裂开！跟紧了，记住你了，流行，照镜，安如磐石。看不清了吧？声音，我听见了。丽丽，快！来我家做客吧，全都看见了。显化，赵静，太爱睡了，晚安了，晚安。跟紧了，幻影珠帘。丽丽，天动万象，障眼法。声音，我听见了。无处遁逃，收，抓到，眼神无痕，我来保护大家。彩雨流红，羽线难化，道光亦是永恒。可以吧？你很疼，忠诚，收工，该行动了。该走攻击了，只是成景，来，羽线难化，暴雨看破。难道男的不可以看屁股？你乜水？你咩颗粒？跟紧了，我听到你，知识与你分。赵静，是。拒收兵器，看不清了吧？哎，赵静，雷光凄美啊！丽丽，是，等下有点痛啊。安如磐石，收回小金手。赵静，是，一叶障目，万影珠帘。嘿，此极智慧之地，固若金汤，天理长驱。丽丽，来场魔术表演，记住你了。障眼法，吓到你了吗？声音，我听见了。李姐来了吗？真是蔓延。李姐来了吗？丽丽，赵静，拒收兵器，吓到你了吗？
他一来的时候，就瞬间变得觉得很热，就热到你叫了。丝线，我彩雨流红，我来保护大家，烧起来吧！抓到，你很疼。彩，断，无力，断绝。无处遁逃，忠诚，是只是成景，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抓到。道光，意识永恒。一分钟不到搞定，舒服舒服。看来贝利不怎么喜欢水，除了夜兰。水难，哇，还有新维的还没有打，打新维的先啦。贝利不要笑，你连水龙都不抽，我的玻璃。的茶水里面看到有彩虹色，他没有。哎，腐蛇，彩虹，是这样讲的呗？这个光是从那个灯出来的哦，不要笑我，妈鸡，啊！我进去那个原神的时候，不是白色光的呗？还进去的时候，那白色光直接射去我的那个茶水那边，有一个彩虹色出来。妈几面了，是的，没有错，你相信光吗？哦，那个 Hurix 鼻通，低头，哟呼，也是可以的、啊。别想逃开、啊，谁说不能？固若金，他是那个，留意脚下。啊，他好像你没有用过没那种 Hurix 的那种什么通鼻的？此乃天道。一个鼻敏感的人，竟然还要养那种虫子。智慧之殿堂，声音我听见了。切，令令，那你是不是自己拿来的？断绝，幻影珠帘。我好像也是对猫的毛有敏感的。全都看见了。去，真红显现。Red Lady God， 女神啊！起风了。
休养生息。拒收病情。再讲对。又一个实验对象。哼，化作浮沫。哟呼！千里长驱。别想逃开。别想逃开啊。知识与你分享。哼。是吧，翻通你的鼻子吗？照片吧。说进去我听见了。你将得到惩罚。让我听听。你在哪儿？道光。意识永恒。别走啊，老板！狐狸子，太讨厌了！这么你将，这么你将将情的，看不清了吧？你走，哦、是 OK。书会到来，在这儿哟。安如磐石。别担心。潮水啊，我已归。哟呼！起风了，觉悟吧。不得喧哗。明星我就看不到你的手，还没有 BTSIA， 你要按你的血脉才可以通。不会就都晕掉了吗？一按，哦，我晕了。肃清，在这儿哟。不是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呗。固若金丝线，天。哦，都是的帮人。小牵手，来我家做客吧。令令，去，令令。障眼法，斩草除根。九折。安如。哎，没错。凡高大者，此乃天道。固若金。留意脚下。天白沙家，赵静，珠帘吧，看清了吧？万影珠帘，南方七妹，赵静，去，赵静，灵草结环，别来碍事。全都看见了，一叶障目，声音，哎呀，我听见了。收兵器，眼神无痕，化作浮沫吧，化作浮沫吧。是，赵静，令令，记住你啊，好好站稳了，障眼法 ，clean path， 斩草除根。抹茶最好吃的抹茶，抹茶泡芙是最好吃的。哦，有一些不甜哦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这边有一个是专做抹茶的那种料理师，他的那个泡芙是真的是你可以吃到那种抹茶的苦味的那种，然后它是微甜的，哇，我跟你讲超好吃，而且不贵。
抹茶是不是巧克力啊？OK， 对，可以了吗？你180C 苦的话也是不舒服的。风共鼻行，踏风，安如海，远渡扶苏。裂开，按钮音没有出来。我已归来，还不够，锻炼的还不够。感谢往返自然。云影，夜明，御风而行。天动万象。哎，又不见了，他们。可恶，后会有期。哎呀！智，子集，智慧之殿堂。哎呀，是个一招吐来的呗。你也上路，没完没了。要中你三次。等下有点。丽丽。来我家做客吧，记住你啊！障眼法，万影珠帘。那个啊，你在他好，你那个什么，提乃力在人家面前开大了，就有像那个喷子射脸那样，有没有觉得？直接在你面前就啪一声这样子，很舒服啊，那种感觉。好像玩那些叫什么，玩那些 PVE 啊，打的那种游戏，真的很喜欢用喷子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你就是这样，你在前面就是这样子射嘛，很爽。就是在人家面前那边射你这样。我操！高大者，超舒服。御风而行。云影，夜明。往返自然。没有僵持。那声音太奇怪了，啪！人家是啪的嘛，就是有那种烂鸟的那种声音这样子的，那就啪，啪好像是在好像打人家的脸这样的意思哎，什么玩意？啪！你的喷子是没有子弹了，然后拿那个枪头去打人是吗？是，丽丽，赵静。等下有点痛了，明草结环，看不清了吧？声音，我听见了。慢点吧，真是与你分。丽丽，赤，雷霆煞气。丽丽，赤，记住你了。好好站稳了，赵静。你也照目，万影珠帘。不得喧哗，风共鼻行，朔风解印，丝线交安如低头。落叶飘零，此乃天道。Clean path。抓到！哪来的自信这么说？好像有点痛啊！丽丽，赵静，去。他每次讲这句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被打，结果他是去打的。这个听来你撑不到伤害，好像有点痛。你也照目，
哇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去打 COVID 的时候，那个针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草绳在是我们的 nurse 讲，好像有点痛啊！哇，我跟你讲，瞬间不痛了。你讲这个，你这个绿茶婊。不一样了。傻孩。傻孩。刚好这种这么有压力的社会当中呢，起得上作用。记住你了，赤咒禁律令，真狂险些，咒禁律令，咒禁，蔓延吧，看不清了吧？声音，我听见了，别紧了。好像有点痛啊！赤咒禁，障眼法。哎，还射错。蔓延吧，律令。看不清了吧？斩草除根。好像有点痛啊！赤咒禁。雷霆哇，他的这个，他这个雷抗也太高了吧！这个是纯雷的弟弟啊。无处遁逃，你很疼，忠诚是古华生命，我来保护大家。嘿，无念，断绝。无赦，才断，眼神如虹，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。才与流红，无处遁逃，此刻正是纪念之时。海马，驼马，微光无赦，收，才羽线难化。拖把，收起来吧。古华生命。哦，他拿拖把来打的。意识永恒。哦，那个，你讲那个雷神那一边哈。忠诚，时光，只是成景。无处遁逃。抓的，他才该走攻击了。眼神如虹，暴雨看破，一念断绝。这下来，他会飞，啊，可以啊，他的。他会飞啊，他会乱飞，打很难很难很难瞄。不 OK 了，过到这了。蔓延吧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咒禁，律令，咒禁，解厄，障眼法。没有那个万叶是比较难打，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啊。就是我是。好像有点痛啊。下半。赤。好好站稳了，蔓延吧，给我安分点，全都看见了，幻影珠帘，别紧了，记住你了，真是与你分享，咒禁，邪恶，雷光凄美啊。
我开大了，你跟我转圈圈。你妈，不然不讲道理。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啊！他妈的，他拿那些什么机器来打，不见得他给我们好像那个闪兵的机器来打这些圣人。啊，对对。该走攻击了，只是成景，忠诚，失败。他可以飞上天的话，可以 scan 完全部，不是更好？托帕斯来也是可以找宝箱。那托帕，可是他的杖杖可以帮你找宝箱哦，不好吗？杖杖可以找宝箱哦。所以摩西是我们的杖杖的意思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你抽到他了之后哦，之后后面的仗哦，你都可以很容易追到了，知道吧？我已经提醒过你，赵静，赤，令令，小千手，明草结环，你也赵木，幻影珠帘，吓到你了吗？我已经提醒过你，钟离。周离，你欠了你欠了工资不懂多少钱，你要还债，还了债的你才可以，你才可以抽之后的角色。然后再下一个就是雷神，去那些到期吃了很多团子，没有还钱。但真是无处遁逃，道光亦是永恒。暴雨看破，抓到无敌陷阱，眼神无痕，只是成景，该走攻击了。微光查几哦，查几个要穷了，查几。你很疼，断雨线难化，我来保护大家。忠诚是古华生命，无处遁逃，道光亦是永恒。其实我算到来哦，我的差几都喝了三千多块呢。我在想，他们要的我自己泡都没有这样贵。奶那边奶很贵，我现在我买的那个 oat milk 哦，18块可以冲四次。啊，茶饼，对对对，他就是那个，好像中国人冲功夫茶那种，就是那些。我知道那个
那个你可以用拉喉的方式吗？这也不是那边有水哦。听说蒙德和黎月最近在合办什么活动，好难得呀！到底是什么主题？我们想办法打听打听。我记完了。包水的那种，带去外面包水的那种。也不敢用了，我买了。没有，我看我老婆做手还有没有？成功！我跟你讲，你像一个原神角色，那边开始打功夫了。哈哈哈！你，他开始耍太极了。OK， 什么？你找我干嘛？你呀、啊，你刚才不是找我呗？你不是找我走掉了呗？你不是找我吗？没有呗？啊 ，OK， 好。打什么？不用打的，路彩家。哎，这个好像可以哦。啊，可以。好，这里吧。这个号怎么打的？生与灵。水幽残留水影，往返自然，风遁敌形，抓到，丝线交织，选错了，一下看见，该出发了，朔风解印。可是他不是有讲说有扣血他才为什么吗？他都没有扣血。有芳草哦，烧血哦，芳草烧血哦，可以有这个。来了呀，小牵手。芳草烧血可以哦。智慧彩影流红，我好害怕，放炮飞。哎呀，到头了。慢点吧。咦？结果歪了。忠诚，师哥。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。云影，夜明，踏风，踏。剑影，你很疼，眼术如何？该走攻击了。落叶飘零，御风而行。为什么不能？我觉得 OK 啊。为什么不能？可以啊。准备跳了，
好像有点烫啊。乱踩，知识成景。啊，补给完了哈。好，哦，这不是补给完了的，这是给你的。我在回答你啊，我在回答你。献给你，全力以赴。现在轮到尴尬是狗的。哎，果断被尴尬的了，他套裤都没有东西了。好，果断好。沉默就是赞成了。秋水三尺。哇，老人，哇，恐怖，我操！云野，夜明。收，忠诚，收工。朔风锦衣，有大家在身边。风共云行，踏风。先踏风。哎，老板，别抓我。不要走，老板。该走攻击了。抓住你。落叶飘零，踏风。全部人把你当管理骂来拜哦，杜江。来了呀！哎，手牵手，来我家做客吧。乱踩，踩雨流红。放炮飞，别跪，别上了。换着嘞。使唔使啊？大家都系自己人。这个有道理啊，这个，这个有道理。准备跳啊！嘿，自己智慧知识成景，不要乱动，不要吵了。别动！哎呀！嗯呐。暴雨看吧，御风而行。云影，夜明，天动万象，固若金汤。收，眼神如何？有啊，傻孩。刚刚讲的东西全都看见了。踩，别跪，管你慢啊。哎，预备好。踩雨流红，再行动。和浪花共舞吧，准备跳了。手牵手，迷路可以可以可以洗，雨线难画，可以单通了。全都看见了，来了呀！有人单通吗？做客吧，知识成景，不怕不怕，放炮飞。你系仲想点啊？四十错位，四十错就出金哦！我老，你想点啊？难道他是想八十错位的？哈哈哈哈哈！难画。别跪，别上了！这支舞献给你。古华生命，不要乱！嘿，暴雨看吧，你很疼。嘿，
坚如磐石，天理长驱。眼术无痕，微光无色，道光意识永恒。道光意识永恒。上面要阿月，下面要，下面要，下面要青色。打足够 green color 啊！打足够 green color， 这样就用这个咯。泥路表面上是水，但是它全打都是草，有点内鬼的感觉。神力流，中原之王返自然，云影，夜明，我来保护大家。忠诚，收工。可叹落叶飘零，御风而行，收眼术如虹，卡风，卡风记住你了，子集智慧，彩雨流红，准备跳哦！不怕不怕，要冲啊！别过来！哎咻！哎，请看好了，本身有点痛啊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嘿，呀！古华生命彩。砰砰砰！哈，泥路可以打那只龙吗？那个炸可以炸到它吗？秋水三尺，云影，夜明，起！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痛。有这个站在中间，万一一就好了，不用走来走去。抓的，残留水影，就站中间就好了，不用就走这样躲。那你吧，子集智慧，知识成景，不要乱动哦。可乐花共舞吧，全力以赴，记住你了。彩雨流红，别跪，该上了。来我家做客吧。雨线难画，彩。要冲啊，别跪。这支舞献给你。我拿鬼闪啊，不错一下。安息。云影，夜明，起！忠诚，收工。我来保护大家。收。哎，我的弯箭不出来，我操！可叹落叶飘零，林尼在监狱里面找不到他，他好像是在那个生产线那边的，他在生产线那边，没有错的话啦，应该是在那边。我记得他是藏在那个靠近中心点的一个地方。本身有点痛啊，来了呀，呀，嘿，子集智慧之
知师成景。慢点吧。好像有点痛啊。全力以赴，嘿，来。预备。好痛好痛，被打晕了。就这么了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好痛啊。准备跳了，哈，哎，哇，好像有点痛啊。我是想试试看这一对看可以没有。哎，不能，这样子就抢掉了。那就这样吧。好像不错哎，哎不错哎，水流残留水影，御风而行，可叹落叶飘。82可以打完了，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疼。忠诚，收工，抓的。可以哦，从来没有看过简叶那么大，难找到钥匙 room 还有机关齿轮。建议你在那个 nurse 的房间那边做一个传送锚点会比较好。来了，好像有点痛啊。雨线难画，古华生命，不怕不怕，到处飞。哎妈的，艾斯坦急死了，我操。艾斯坦什么鬼，纳西坦啊。记住你了，全力以赴。断才知师成景。要冲啊，月桂月桂该上了。哎下。哎。小
牵手来我家做客吧，请看好了，准备跳了。嘿，嘿，不怕不怕，断，彩雨流红。等下有点痛啊。呀，啊呀，来了呀，嘿呀，慢点吧，子集智慧。预备，好，妖怪该上了。踩，断。安息。我操，都不给一点机会咩，老板？再行动，踩雨线难化，不要乱动哦，动炮飞。哈，哎，真是与你分全力以赴，固化生命，断，雨线难化。有点痛啊，彩雨流红，要冲了，月桂，啊，不怕不怕，啊，秋水三尺，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痛。可叹落叶飘零，啊，你很疼，这姿势。收，起，云影，夜明，该走攻击了，安息吧。将得到惩罚。记住你了，子集。让我听听。智慧断。你在哪？雨线难化。只是成景。不要乱动哦。永不宽恕。慢点吧。抓住你。陛下的荣光。记住你了。交付于我。断。该行动，踩。抓住你，固化生命，不怕不怕，慢点吧。退散，死神归于你。看好了，呀呀，吓到你了吗？嘿，快啊！放炮飞，别跪，该上了。嘿，嘿，嘿，下，呀，真是，记住你了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准备跳了，呀，哎，吓到你了，雨线难化，只是成景，这支舞献给你，呀，意外哦，泥路可以打这一层，起，踏，云影，夜明，收起来吧。哦，这个为什么灵人不舒服呀？因为他只可以靠冲刺来闪嘛，他跳的时候他不可以，他不可以蹲地。
鸣人他跳的时候不能看有一的时候不能什么不能下路攻击，所以他只可以跳，所以他会耽误了一些几秒钟的时间在那个跳那一边。上面如果争取到时间是不错了，不过意外的是发现到那个尼禄在上班是很不错的，尤其是那个龙啊也是很快。这个号幸好有抽尼禄，因为他没有草伤，草伤只有靠那个草神们。他草神是灵命啊，钻骨。Nice， 买了多高的呢？睡觉呀？要快？哦，他下楼不知道。那维莱特，这个监狱长，啊，哦，红字代表什么？其实你十单以内可以满是好事哎，我觉得。哦，从那一边转回来。哦。那其实算不错的。嗯，定会全部放到完了。直播开 Discord 啊？我懂啊。啊，刚才是没有。啊？刚才有一段时间是没有。没有你早讲吗？对啊，哦，哦，OK OK， 来，可以，我关了。真的可以，来 ，Gordon 有什么好讲的？他三秒，OK， 啊哈，往返自然，丝线交织，全都看见了。对啊，你平时都是一出来就直接什么都不理，也没有时间的，直接撸了的吗？不得虚晃，往返自然。你很疼。裂，直接，老边啊，你又不要换，有什么办法啊？
脚带。嗯，宝贝呢？奶奶，如果你一个号，我有时看号的啦，我的号是 OK 的。对。猛的，蒙德，哎呦，这边藏着一个大箱，令人快慰。只要去决斗代理人。做了手还做了一个礼拜，结果是自己做手还。记住你了，抓的，你别心急，查封。